周一你有没有时间去开家长会啊？到时候我尽量抽时间。老板这样开会了，我强调过好多回，一定要用心，要用心啊！你明天有没有时间？爸，不得行啊，我这两天太忙了，抽不开身，后头再说。喂，爸，啥子事？你吃不吃家里的腊肉？我和哑巴做好了，给你寄过来。不用了，上次寄的还没吃完。喂，明天能不能见个面？爸，不得行啊，我这两天太忙了，抽不开身，后头再说啊。你老二啥子时候失踪的？我们有你老二近期的照片。你老二有啥子体貌特征？中等身材，体重大概90。认真的我吧，不可能。